我是蚂蚁龙，这个店已经开了26年了。说我卖龙是最主要是吃饱，服务于大田的余杭区这一带农民都认识我。机械化农业啊，真的非常的很好的，真的非常好的。我是深有感触的，因为以前拉皮管、带加生喷雾剂啊，我一天4个人5个人只能打3到40亩。我现在无人机啊，真的飞一下就是100亩200亩，太爽了。我资源很多，我就是有资源。像无人机的话，像有的那个起飞龙飞客，还有好几个团队在跟我合作啊，我也很爽的。我是那个有证的啊，我是无人机证都有的啊。有时候比如说农户让我没有时间打，我就是自己开无人机给帮他们，被他们飞返。很多时候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在飞啊，然后让农户配合我啊，对农药啊，能换换地板、飞的话好几万亩了，我自己飞直接下来。无人机打真的很省力，很省时。我感觉到打草，特别是打草效果特好，它浓度高，还有这个喷洒均匀啊，真的很好。像有的环境下那个自动飞的话，虫喷都没有。比如说像农药啊，都是很大的量的，一亩地比如说打个1升到4升左右。现在嘛很简单的，一亩地就3克，不是说1升2，不是说3克，3毫升2毫升，就这样一亩地过去了。所以现在对我们农户来说也方便，送货就是一点点货了。像我做农村块啊，我有插秧机、拖拉机、无人机，我都有那个叫做条件。因为我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嘛，很多大户啊都认识我，很多机械化的那个合作社，跟他们合作在一起，也方便了我很多，方便了农民很多，让我的农资卖得更远更广。啊，全部用飞机打下来，飞机啊，你人这么地方叫啊，飞机又省钱又快，效果又好。我保证你不让麻雀死掉，保证你20天不打通，你还要怎样呀？对不对？这个效果都保证了，我都承诺的，对不对？你用的时候还可以问我一下，打电话啊。肯定要问你的，老板。没事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次又不懂。然后这个米西安呢是这样的，你浸好之后啊，最好用水淋一下，冲一下，还是冲一下。拖拉机，我帮你问一下。好的，我现在帮你问一下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运河镇430亩田，高报告先查了。欢迎关注起飞智能，起飞智能让植保更简单、更高效、更安全。